怎么了？你们说他年纪这么小，怎么去可能骗人钱呢？他要是真的去骗人了，他这辈子都完蛋了。那你们家这怎么办啊？我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。那你知道他今天都做了些什么，联系了什么人吗？我出门的时候他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呢，应该没联系什么人吧？你赶紧给家里打电话。哦，对，现在就打。